出一对我捧在手心，樱花泪珠洒落一襟，心底深藏多少不需付出的情，梦中常见不能爱的人，往事一段一不堪追忆，物换星移，怎比得当时？如今姻缘转错，走上悲向的路，怎能够回头守候？他原名不是叫秦孝虎，好像是秦什么旺财。你说什么？那个姓秦的原名叫什么？好像叫秦旺财。秦旺财？秦旺财？不是，你怎么了？我死不了了，我死不了了。娘，你多吃一点，你看你最近身体瘦多了。你爹没踪没影的，生死不明，我哪吃得下？哎，你这是在讽刺我呀？有种的就爽快点骂，这样闪闪烁烁的骂人，这算什么？大姐，我没这个意思。你不是这个意思，那你什么意思？你说呀。大娘，你不要强词夺理。哎，说我强词夺理，我哪比得上你这个尖牙利嘴的臭丫头啊？我娘没这个意思，是你误会了。你别误会了。哈，怎么着？哦，你们母女俩想来个以多欺少啊？以为老头不在就可以放肆？我没那么好惹的。爹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我们担心死了。哎呦，这十多天你上哪儿去了？我又不是小孩子，用不着替我担心的。你在外边风流快活还回来干什么？啊，有种了你就不要回来，瞧你那副臭样子，八成在外没辙了才回来的。哎呀，少啰嗦，还在外边耳根清净。好啊，有种你就不要回来，那你回来干什么？走啊你！哎，少啰嗦了，明珠，给我拿壶酒来，我也好好的喝一杯。吃饭不准吃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个叫花子，不要在我跟前耍赖，你少来。你给我闭上嘴，识相点，以后有你的好日子过啊。跟你还有什么好日子过呀？哼，满以为嫁给你呀可以做个贝勒夫人，可以享一世的福，没想到哼，吃了一世的苦。嘿，以前是吃苦啊，从今以后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哈，你呀少做你的春秋大梦了。我才不是做梦呢，我在外边遇到了贵人，以后想吃苦也吃不成了。哼，哎，你们认识不认识秦天宝啊？当然认识啊，他就是军政厅长的秦孝虎的二公子啊。你怎么认识他的？爷，他是林志文的好朋友啊，前些时候还到咱们家来过呢。是我拜托他找你的，你是不是看见他贴的寻人启事？对呀。你呀
别以为鸿鹄将至，人家呀是出一片好心帮助咱们明珠，人家就算有家财万贯，哎，也没你的份儿啊。我看未必，你们猜我在外边遇到谁呀？我遇到以前在宫里内务府的太监小宋，哎，他告诉我说军政厅厅长秦孝虎就是秦旺财，哎，没想到他居然做了军政厅厅长，哎，还真不赖呀。哎呦，真是皇天有眼呢，哎，咱们可是盼到了一个救星啊。哎呦，云开见明月呀。娘，秦旺财跟我们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我们指腹为婚的亲家，你刚出世的时候你爹把你许配给他的儿子。就是他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哎，对了，这个秦天宝有多大年纪了？大概有20吧。哎，听说刚刚大学毕业，他有22。对，就是他，准没错。但是当初许配给明珠的那个人叫秦少华，那是他的小名，读书的时候一定是改了名字的，年纪差不多，又是老二，错也错不到哪里去。明珠啊，你可有福了，做了军政厅厅长二公子的夫人，你可真是扬眉吐气，要多风光就有多风光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要啊。明珠，明珠，他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傻瓜，我看呢是开心过度了。怎么会是他呢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你爹那时候开始家道中落，秦旺财在军中是做个营长，也许他是想攀一点王亲国戚，跟你爹定了这门亲事。可是没多久战事爆发了，我们逃离了北京城，那姓秦的又在东征西讨，失去了联络。听人家说他已经战死了，所以这门婚事就这样不了了之。想不到娘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别操心，总会有办法解决的。哎，你找谁啊？麻烦你，我想拜访一下秦厅长。厅长没空，你走吧。哎，我有要紧的事，烦劳您通报一下。要紧事，告诉我也一样。这什么意思啊？秦厅长是我未来的亲家，我们谈的是儿女婚事，告诉你一样。你是谁呀？你这你能做得主吗？啊，狗眼看人低，叫什么名字？告诉我，待会儿告诉秦孝虎。天宝呢？起床了没有啊？他一早就出去了。什么？出去了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混蛋！一清早发什么脾气？哎呀，昨天你不是听到了吗？今天一大早我带他去上班呢，我都给他安排好位置了，但他忽然间不去不见了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也许天宝不喜欢这份差事，那你就别勉强他了。这不喜欢也得喜欢，总比他整天在外边混惹是生非要好啊。等他回来我好好劝劝他，别生气。看去去。老爷，老爷，这位先生说要见您。我跟你说过谁都不见，送客。秦厅长，我是谁叫你随便放人进来的？叫他滚呐。是秦旺财，你不认识我了？大嫂，你仔细看看，我是金载月，你们的亲家呀。哦，明珠在吗？不在。你找他干嘛？啊，他说他缺个书架，给我来帮他做。
我看用不着了吧。志文呐，我们家快办喜事了，到时候啊，一定好好的请你喝一杯。喜事啊，是伯父伯母过生日。不是，是明珠大喜的日子。老实告诉你吧，我们明珠啊，打了一出娘胎就娶了人家了，后来呢就失散了，哎，现在呀又重逢了，可见这是前生注定的姻缘，他们呢一定可以白头偕老的。怎么，你不替明珠高兴吗？说起来呀，明珠未来的夫婿你也认识，就是那个秦天宝，哎，你说这是不是巧合呀？不可能的，你是在骗我。呀，我骗你干嘛？你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明珠啊。你呀，最好断了这个念头吧，别再想癞蛤蟆吃天鹅肉了啊。你这个穷小子怎么能跟我们家明珠配呀？再说你有哪一点能跟秦天宝比呀？我们天宝他人又聪明又有学问，哎，家里又有钱，你怎么能跟他比呀？小子，这一晃啊，就是十几年过去，日子过得可以真快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军政厅秦厅长秦孝虎就是你老哥。明珠现在长大了，怎么没带他一块来呢？他在小学教书，过两天我带他来拜候两位。啊，对了，天宝是不是就是少华呀？你怎么知道？他们已经认识了。你说这是不是有缘呢？所以说。我们两家这个亲家是接定了。是，我们慢慢商量，有的是时间呢。我恐怕要迟到了。哎，我真糊涂。旺财兄，贵人事忙，我不该留在这儿胡扯。正如旺财兄所说，我们有的是时间，等我们接了亲家之后，还怕没有时间剪烛长谈吗？慢走。旺财，给他气个半死啊！好狗不挡路，你活得不耐烦呐！我到处找你，明珠大娘说你刚离开，见不到心上人就魂不守舍了。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哼，这个世界上像你这样痴情的还真是少有。别拿我开玩笑。好，我跟你谈正经的。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已经替你找了份差事，包管你满意。明天开始，你就不要到轮船公司上班，是报馆里的编辑啊。你又没有经验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替你找到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在总编辑的面前啊跪了三分钟，还磕了三个响头呢。哎，喂，你这算什么意思啊？没半句感激的话，不声不响就走了？你别再烦我了。我烦你？我替你找工作还是我烦你啊？哼，我知道你想当编辑，那是你的理想。你要知道，我跑了13家的报馆，我求他们聘用你，他们都不同意。后来我求编辑，还磕响头啊！你以为我是开玩笑的？我这样做为了谁呢？为什么呢？嫌烦？我这么辛苦，你还嫌我烦呢？对不起，心情不好。
了，有话就直说嘛，不要憋在心里面。朋友是用来消愁解闷的，如果你还当我是朋友的话。这事情你也解决不了的，有什么事可以难得到我秦天宝的？林珠川他怎么样？他早已许配给别人了，那个人就是你。他早已许配给别人了，那个人就是你。你所有说过的笑话就属这个最荒谬了。我没有心情跟你开玩笑，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，是明珠他娘亲口告诉我。明珠他娘说，明珠自小是跟你指腹为婚，后来因为两家失散，渺无音讯，一直到今天才知道你们秦家就是以前的亲家。难道你的家人以前都没跟你提起过吗？好像是提过，不过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，我还小，没什么印象。难道是真的？婚姻大事岂可当儿戏？难道是明珠他娘信口雌黄吗？哎呀，管他是真是假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捡了一个现成的便宜，你当然可以不管。如果有一天你心爱的人变别人的媳妇儿，我看你管不管？我才没你这么窝囊。我秦天宝看上的女人呐，没有一个到不了手的，就算是人家的媳妇儿，也会死心塌地的跟着我。明珠他不是这种人的。哼，既然是老天爷的安排，命中注定的，我要躲也躲不了啊。你想怎么样？既然是指腹为婚的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你真打算跟明珠结婚？看在我们兄弟一场的份上，我不会为难他，你放心吧。你敢拿明珠开玩笑，我绝不饶你。你总该读过庄子的秋水篇吧？哼，南方有鸟，其名鸢雏，子之知乎？夫鸢雏发于南海，象飞于北海，非梧桐不止，非恋不食，非礼泉不饮，于是吃的腐鼠，鸢雏过之，养而视之曰憨。今子欲以子之明珠而吓我也。你说明珠是腐鼠？哎，我可没这样说过，你可别冤枉我。不过那个鸡明珠呢，既不风骚也没情趣，我秦天宝根本看不上眼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根本反对这门亲事？要我一生一世对着那个笨丫头啊？乖乖龙地洞，别要我秦天宝的命了。我秦天宝就是讨不到媳妇儿啊，也不会娶那个没情没趣的金明珠。哎，我可不许你说明珠的坏话啊！不说坏话可以啊，给我一个铜板，快点拿来呀、啊！我又不占你的便宜，啊？他那个样子，要找个受得了的人还真不容易，只有你这个木头啊才适合他。我的媳妇儿就让给你了。什么？他在你啊是黄金，是明珠，不过在我看来是个铜板。现在银火两起，互不相欠，明珠归你，铜板归我。再见了。你整天跑哪儿去了？把老子说的话当耳边风是不是？你爹让你今天跟他到军政厅去，你干嘛不去啊？我又不懂杀人，又不懂包烟闭肚，我去干嘛？你说什么？我这样说还不够清楚啊？好了好了，别瞎扯了。天宝，我们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告诉你。我知道，关于我的婚事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我还知道那个女的叫金明珠，是很早很早就定下了亲事，对不对？是谁告诉你的？是不是那个姓金的？我没见过姓金的，我见到是个出家人，他能知过去未来，是他告诉我的。哦，会有这么奇怪的事情？他还告诉你什么？他还告诉我说这个女的命硬，克夫，会守寡。不会吧？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！我看呐，
那个出家人多半是危言耸听，要不啊，就是你在说瞎话，瞪着眼睛撒谎。我没有骗你啊，骗你我是龟孙子。别胡说八道，放狗屁。你哟，看看你，都是20来岁的人了，还是这么没正经的。你真是应该有人好好管管你。现在好了，遇到以前的亲家，嗯，你早点成婚呢，就可以了了我一桩心事。以后你就可以成家立室，修心养性了。成家立室？别跟我开玩笑了，我还想多活几年呢。你说到哪儿去了？我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？那个出家人说他命硬克夫嘛。胡说八道。好了，不相信就算了嘛。办我婚事的时候啊，顺便办丧事，免得麻烦。哎，这婚事就算了吧，算了吧。老爷，怎么能说算了就算了呢？再说当初这件婚事也是你先向人家提起的，我们不能言而无信呐。你要有信用，还是要天宝的命啊？嗨，你听天宝在那胡吹呢，他是不想结婚找借口，我才不信他的呢。好啊，我看你还是守信吧，反正我这命一文不值。哎，出五呢？哎，出七好了，初七是好日子，宜嫁娶。哎，我看就这一天好了。这么急呀、啊？上上下下到处都需要打点，我看来不及。哎，20好了。你犯贱呐！啊、哦，这鬼地方你住的还嫌不够啊？我是老早就想搬开了，明珠嫁过去，人家秦家还会亏待我们吗？人家是军政厅的厅长，哎，要一栋房子作为聘礼，哎，这也不为过呀。大娘，我不想结婚，我刚毕业不久，年纪还小。是啊，他年龄还小，也不急着结婚嘛。哎呦，什么年纪小啊，人家要是有福气的，像你这么大呀，早就结婚生孩子了。我想多服侍我娘几年。哎呀，你要是嫁到秦家去的话，享福的日子可就多着呢。总之我不想嫁。这怎么可以？嫁不嫁由爹决定，由不得你，少过分。可是我跟那个姓秦的根本毫无感情。哦，原来说什么年纪小不想嫁是假的。哦，原来是想学时髦，谈什么自由恋爱？什么？自由恋爱？少跟我来这一套！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几千年传来都这样。怎么的？要学西洋人放羊屁呀、啊？也不看看你头发什么颜色，眼珠子什么色儿？哼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边啊，就老惦着那个穷光蛋林志文。我劝你啊，最好死了这条心，哈，他还想攀上咱们呢，简直痴心妄想。大娘，我觉得志文也挺有才干的。才干？有才干又怎么样？这年头有才干没出路的多着呢，现在做什么都讲究背景，讲究关系，一穷二白没关系，凭什么熬出头啊？秦天宝可不同啊，年轻有为，底子又厚，比什么都强。哈，那个姓林的也太不自量力了。哎，又是个孤儿，身家不明不白的，竟然想跟咱们攀亲家。嘿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没那么便宜的事儿。咱们金家好歹也是个皇亲国戚呀、啊。哎，谈婚论嫁也得找个门当户对的，难不成哦要跟个叫花子结亲家？婚姻又不是买卖，怎么可以斤斤计较？若要论门当户对，那么我们现在的环境怎么能够配得上秦家呢？你这个丫头是越来越不把爹娘放在眼里了。我们辛辛苦苦的把你拉巴大，哦，你现在翅膀长硬了就想飞了，啊、哦，你太没有良心了。秦奶奶，秦少爷。哎呦，秦奶奶，秦少爷，来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不客气。哎，明珠啊，还不赶快倒茶？那可以看到旺财兄？他有点事，先回军政厅。旺财兄
贵人事忙。他说过两天再来拜候你们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这儿有两瓶洋酒，是刚从西泽运过来的，小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旺财兄真够意思，可惜今天他不在，要不然我一定要跟他好好的干几杯。秦伯母，请喝茶。谢谢。金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都快结亲家了，还小姐长小姐短的，多生疏啊，就叫她明珠吧。哦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明珠，哦，明珠明珠，还念起来蛮好听的。听说你在小学里教书啊，真有本事啊。我也不怕秦奶奶见笑，我明珠啊的确是很能干，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啊全由她一手包办，一点都不用我们操心。这是我分内的事，不值得一提。我们呐，就只有明珠这么一个女儿，所以呀，一切的精神和希望就全摆在她身上了。我们呢，也没有什么奢望，只盼呢她能有一个好的归宿。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也就不用担心了。这次能够重遇旺财兄啊，真是皇天有眼，也省得我以后再为明珠的婚事担心了。这啊，真是天赐良缘呐。叫咱们两家的儿女长大成人之后，哎，又重逢啊，这是天意呀！既然是天意，不如早一点给他找个好日子成婚，也了却我一桩心事。下个月初七是好日子，如果旺财兄不反对的话，就这天给他们两个成婚。不知道大嫂意见怎么样？明珠人长得漂亮，又很能干。谁要娶得她做媳妇儿，那可真是有福气。可惜呀、可惜我们天宝福浅，无福消受。大嫂，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天宝生性不济，我怕害了你女儿的一生。啊，那怎么会呢？我看天宝他挺好的，又有人品，又有教养。他上次到我们家来的时候，我一看我就知道他是个有为的青年呐。嗨，你居然被我骗了！我秦家二少爷终日流连花街柳巷，风流成性，声名狼藉，难道你们半点消息都没有听过？天宝，都是我管教无方，从小让我把他给宠坏了，现在想让他改也改不过来。那我们两家的婚事，我并没有反对，只是天宝他。现在是民国，不是满清封建皇朝，盲婚哑嫁早就应该废除了。现在是新时代，新作风，什么事儿啊都讲自由，讲民主，包括自由恋爱跟婚姻在内。是啊，现在的年轻人呐，都追求什么新思想，我们都落伍了。我们的婚事，我们总不能逼着他们成亲呐。咱们就让他们年轻人自个儿做主，别让他们怨咱们一辈子。那怎么成啊？咱们是有婚约在先呢，不能够言而无信，推得一干二净啊。哦，嫌我们家道中落，瞧不起咱们了？我没这个意思，绝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完全是为了他们年轻人的幸福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爹，难得秦奶奶思想开通，我也不计较。这门亲事我看就算了。这就这么了事了？人家做生意的，毁约还有个赔偿损失，那我们呢？我们的损失谁赔偿啊？大娘，我心里也是很过意不去，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弥补的办法。我这有张银票，是略表我一点心意，我知道你们不会跟我计较的，希望你们能够收下，要不然我心里就会更不安了。这算什么意思啊？用钱就可以解决得了？这婚姻又不是买卖去。妈，金世伯有的是骨气，你不要用钱污蔑了人家，快把银票收回来，免得人家说我们满身的铜臭味。好，我这个人呢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不愿意为难你们。我看这俩钱呢就算是给明珠添点衣裳好了。
拿来。为什么？免得你又去赌个天昏地暗，输得一干二净，十天半个月的躲起来不见人。你少啰嗦，我往赌场跑还不知道为了你。别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就是因为你整天啰嗦，大吵小闹的烦个没完，我为了避开你才往赌场钻。啊、哦，你别把这个一切的过错都往我身上推，你这个好带水呀、啊，就会怨天尤人，不会怪自个儿。哼，你呀、啊，少来。今天我爹跟大娘心情不好，请您不要见怪。没关系，其实我很喜欢你，可惜天宝他……感情的事是不能勉强的，我跟他个性不同，勉强凑在一起也不是件好事。我明白，希望你将来能找个好婆家，有空的时候到我们家坐坐。谢谢伯母，那我就不送了。再见。再见。这件婚事吹了，我看最失望的是你。说呀，明珠哪一点不好？品貌端庄，人际聪明，又漂亮，哪一点让你看不顺眼？顺眼，自以为是，自命清高，孤芳自赏，我才受不了。放着好好的姑娘你不要，偏偏跟那些个不三不四的女人鬼混，真是犯贱。好媳妇难求，将来呀你会后悔的。好了，您放心嘛，我绝对不会后悔的。好了，我有事先走了，我走了。你不回家上哪儿去啊？我当然找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去鬼混。我看你先歇会儿吧。哼，我们俩兄弟啊，得好好的喝一杯。你猜我今天到过什么地方？好了，不要无精打采了，好不好？男子汉大丈夫要打起精神来。来，干杯。刚才我跟我妈到明珠家去了。那你们？谈的当然是我跟明珠的终身大事了。那谈的结果怎么样呢？哎呀，那个金明珠真厉害，人见人爱，连我妈都被她迷住了，非常希望能有像她这样的一个媳妇儿。你答应过我的。我妈很满意这桩婚事，我也没办法。哎，不听我老妈的话呢，推翻婚约，这是不孝。可是我跟你情同手足，夺人所爱，那是不义。哎，孝义不能两全，唯有牺牲其中之一了。喂，那你决定了？已经决定了。从小啊，我妈就对我呵护备至，人非草木，谁能无情呢？我虽然浪荡不羁，可也不是铁石心肠。我常常想，我妈年纪不小了，我应该好好的孝顺她，报答她，让她高兴高兴。那你答应了？可惜啊，我还是令她失望。反正我早是个不孝子，再不孝一次，对他的打击也不会太大。真的，你真的做了这门心事啊？暂时啊，我还不想做个不义之徒。可是，明珠他爹跟大娘肯这样轻易的罢休吗？那还不容易啊？有什么比钱更能够影响他们的？放心吧，不会有人再提这件事了。你可以安心的跟你的明珠卿卿我我。将来你们两个双宿双飞的时候，可别忘了我这个不孝之人哦。天宝，你真的是我的好朋友。来，干一杯。来，天宝，嗯，怎么好几天没见到你媳妇了？是不是又回娘家去了？哦，她说在家里闷得慌，所以回娘家去住几天。这也难怪了，平常我又不会陪人家说说笑笑的，那当然更比不上她自己亲爹娘了。不过这三五天老回娘家也不大好吧，人家还以为是我们婆家逼她回娘家住呢，这要是有什么闲言闲语那就不好了。天红，你也真该说说你媳妇儿啊，
既然嫁到我们家来了，就是秦家的人了嘛。不要没事老往娘家跑，这成何体统呢？让人笑话。是，我知道。天宝，哎，哥，你吃饭了没有啊？吃过了。哎，二哥，你的婚事怎么样？吹了。人家看我不顺眼，不肯嫁给我。谁叫你恶名远播？好人家的女儿一听到你的名字就退避三舍，想要娶媳妇儿，我看比登天还难哦。我看是未必。曹督军有个女儿，今年刚满20岁，人品不错，长得也很漂亮。我已经跟她提过亲了，她也很有兴趣。什么啊？我刚跳出火坑，又要我跳进火海啊？天宝啊！你爹让我跟你说，他希望你能早点结婚，也好收心养性。对呀，也好让那个姓金的死了心，省得他纠缠下去。是啊，我告诉你，曹督军可是当前军政界的红人，你要是娶了他的女儿，那可是当了驸马爷了，到时候是要风有风，要雨有雨啊。二哥，我可得提醒你啊，那个姓曹的女儿有一条腿有毛病。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哦，原来想把我当礼物送给曹督军的女儿。一条腿有什么不好？总比在外头跟你混的臭婊子好啊。我就是喜欢那些婊子，够骚，善解人意。这婚事是我跟你定的，你要反对也反对不了。难道你定的亲事就不能反对吗？我跟金明珠的婚事也是你定的，为什么你出尔反尔呢？你无论如何要跟曹督军女儿结婚呢。天宝，说真的，你也该收收心了。曹督军的女儿虽然说腿有点残疾，人倒是还不错。对呀，这回可是曹督军看上了咱们爷啊，论才势论地位都比咱们高。天宝，你就将就将就嘛。我绝不会娶曹督军的女儿的，你别白费心机了。妈，你敢不听我的话？既然你想跟姓曹的攀亲家，我看这样吧，你娶她女儿不是更直截了当？你这什么话呢？我老实告诉你，你呀，愿意也得愿意，不愿意也不行。这件事儿我会替你安排，你要不答应的话，你看老子不宰了你。我老实告诉你，我早已经有了意中人，婚期已经定了，也答应最好，不答应也没关系。这是什么话？当然是个女的，她有两条腿可以走路。这什么话？老子现在就宰你啊！你不要拉着我，你看看你。怎么了，少爷？又怎么了？想不到老头子火气还这么猛。二哥，你这次真是老虎头上拔毛，惹怒了他，你可得小心了。嗯，二哥，你暂时先不要回来，免得惹爹生气。等他气消了以后，我们劝劝他。我看这件事情还有补救的余地。二哥，你打算先到哪里去避避风头？你有没有想到？我自有安身的地方，不用操心。人了，你躲这干嘛？等我的情人回来呢。为什么不开灯呢？想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这天去哪里了？哦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，我早忘了。想你的时候你都不在，不想我的时候我就偏来，对不对？你呀，就是叫人又爱又恨。我想在这住几天，好医治你的相思病。你呀，才不会有什么好心肠呢，要不就跟别的女人闹翻，要不然就跟你老爹过不去，哪一样？两样都是。天哥，怎么样？查到了没有？查到了。二少爷现在住在一个叫杨红的女人家里。杨红，什么人？
是个有名的叫句号，外号叫黑猫。什么黑猫白猫的，婊子就是婊子，这畜生真是不要脸呐、啊！住到婊子家里去了，吃婊子的饭，那不是不折不扣的小白脸了吗？你先别生气，也许天宝他是暂时的。哎呀，这成什么话呢？要让人家知道了，我秦孝虎儿子要婊子去养，那我将来怎么见人呢？我，哎呦，你带我去见他，你带我去找他，我要亲自把他宰掉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老爷？怎么了？哎，相公，你怎么了？爹，爹醒了。老爷，爹，你总算是醒过来了，真是把人都给急死了。爹，大夫说你心脏衰弱，以后千万要心平气和的，绝不能生气，不然对你身体有害的。哎呀，天宝啊，这都是天宝惹的我。我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儿子？老爷，天宝那个孩子是吃软不吃硬，也是你逼他逼得太紧了，才会弄成这个样子。如果你能够心平气和地跟他讲道理，难道要我这个当老子的给他下跪不成啊？哎呦，老爷，您身体要紧，天宝的事不成再说，不可以，不成器的东西，在婊子家里混饭吃，当小白脸，往后叫我秦孝虎在人家面前怎么挺着胸膛见人？我看我们秦家上上下下都要让人家骂贵公骂王八蛋了。我就当没这个儿子，我跟他脱离父子关系。先生，咖啡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先生，几位？哎，天宝，先生喝什么？咖啡。咖啡。好。你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是好人心。好端端的一份报馆编辑不干，要干传公司的那份狗差事。谢谢你的好意，找差事啊，我要凭自己的真本事，靠关系啊，不是我的作风。你的作风自讨苦吃，我那三个响头是白磕了。天宝，我很感激你，你帮我这么多忙。可是你的事情，我劝你忙都帮不上。看你婆婆妈妈的，跟老妈子一样。天宝，我很了解你，你不要在我面前装潇洒，你应该为自己的事情多费点心啊。弄到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我不了解你什么意思。走，我们看戏去。天宝，天宝，你爹要跟你脱离父子关系，你真的是无动于衷吗？没出去啊？哎，
你做什么？算了，还装模作样的，看你那个样子好像不知情似的，你真会演戏啊！人家好言好语的，你还赌什么气嘛？少跟我来这一套了，省省吧。既然老头子已经登报声明跟我脱离父子关系，我这块宝玉啊，从此一文不值了。难不成要你大小姐开口撵我走啊？我这人最知趣了，我从来不惹人嫌的。我杨红虽然出身低贱，可也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臭婊子。如果我真的存心把你撵走，老天爷让我不得善终，像野猫野狗似的给齐晨撵死。你真是喜欢损我。所谓人穷志短，你还指望我这头丧家犬跟以前一样意气风发不可一世？振作点，往后好好的做人，不要让你们家老爷子看扁你。你一向就讨厌做秦孝虎的儿子，这一次不是天从人愿吗？人就是喜欢犯贱，得到的时候呢不屑一顾，失去的呢又很痛心。我习惯了当秦孝虎的儿子，习惯了一呼百诺，前呼后拥。你后悔了？可能啊，我需要一段长时间来适应。我只怕呢，我这副德性啊，吃不了多少苦。你放心好了，只要我杨红在，不会让你吃苦头的。怎么，想把我当小白脸来养？我虽然不学无术，一无是处，可是还有一点自知之明，小白脸我可当不来哦。小白脸当不来，小黑脸当得来吧？你说什么你？哎，糟了！怎么了？我好像爱上你了。死相！呛着了。咱们大小姐呀，赶着会情郎，呛死也没关系呀。我走了，你慢吃。哼。早。早。我们走吧。你心怎么那么黑呀？总而言之啊，你给我乖乖的留在家里边，哈，大烟可以抽，钱呢，不能赌。你心疼什么？老子输的是老子自己那一份，没动你口袋一分一毫。哈，你输干输净的时候啊，你就该打老娘口袋的主意了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可别妄想，将来你要有什么闪失的话，可别怪我老娘啊不念情分。你好好看着你那些钱，别让蛀虫咬了。老子生死自理，绝不像你大胆摇尾乞怜的。哼，死老鬼，将来看你怎么收场。天宝最近怎么了？昨天晚上我还见过他，心情看起来还不错。老爷子要跟他脱离关系，以后呢，他就再也不要自讨苦吃了。该离去，这不是彷徨的时候，再回头也不能挽留什么，而今离去又
多少盼望，在你心，在我心祈祷。曾几何时，思念的热泪已冷却，怎能够还让我激动的拥抱？飘落的夜，就像飘落的心，一串。